孩子第二章2047年哎、欸、就是直接演未来的故事哎、欸、神秘的技术哦那孩子这个影集其实都是一些科幻的背景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有在看吧免费的剧集啊有没有在看啊孩子不再说谎进化社会以火焰进化说谎的孩子这些人的笑脸怎么看起来都这么诡异啊记忆诊所嗯哦我、哦、靠呗 这怎么玩啊调查真相就是画面这样直接点的嘛不用走路之类的啊实验对象烘焙师烘焙师爆炸这不是跟之前社会新闻差不多吗重建度 39% 嗯、哦、不要我要先从李寻欢开始身体结构发生异变看小东西发生科学无法解释的变化是什么鬼啊？好，他这个是不是就像之前我玩的那个心理游戏啊？就像那个 Never Mind， 对不对？它可以进入你的记忆中，然后你是要了解患者的过去或者是一些想法之类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是不是有点像啊？印象派、鲑鱼派。干嘛？这点的没有意义啊，没有用啊！啊，这又是什么、啊？我可以拖拉了，柜子不能开啊？还是说需要找钥匙啊？怎么小这个？那么多新台币，我这个满了会发生什么事啊？爆掉啊 ！Key， 嗯，不是啊，这个游戏是要什么意思啊？我搞不懂，宝石塞进去哦。等于是这节有点感觉像锈湖，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二 D 解谜这样？假包，人家是带 Gucci， 你是带什么 ？GG， 啊？我是不能把这个患者吵醒，还是怎么样啊？重来看看，你不要在短时间内影响太多物体。嗯？啊？干，要全部重来哦。闹钟。柜子上抱枕的颜色，沙发上的抱枕形状跟颜色相反顺序。等一下啦，哦哦，后面还有一个啦，三角形，所以是蓝是第二个，这样，黄，这样，红。我被按错了，发现一堆借据。颜色跟宝石的顺序是看坐垫啊。提示就是，
因为第一格嘛，第一格这个正方形并没有提示，所以要从第二格开始。三角形就是蓝色宝石，长方形就是黄色宝石，懂了没？圆形就是红色宝石。到了到了，这样成功了。我等于是要去李寻欢的头里面，然后翻一些他以前的记忆。哇，这还有第二关哦。这蓝色是什么？特殊道具吗？这不是鸡头还是什么？这是孔雀头、狸猫头。我不能一次点太多东西啦，那这怎样？不让我 A 哦。玻璃碎片，割破画，割破坐垫，是干嘛？这是在干什么啦？补补补补，补啥小啦？补习班缴费袋，我们要从记忆中拿到这些关键道具，慢慢了解李寻欢是什么人。这样啊，比如说第一关就是什么借据还是什么，然后现在又要缴费袋，再加上佣品包，可能他们家就是可能爸爸或妈妈就是非常虚荣的人，明明没有钱就要到处借钱，这种感觉。家里经济困难，这里借钱也要让你去补习，耶！塑料爱情，塑胶爱情，长大了，对孩子的爱就如同塑胶，永远不会坏，但是特别的假。嘎的，要嘎什么？金风，哦，点这个地方的时候，音乐都会突然不见了。女儿成绩单，哇，还有一个隐藏道具，不知道什么、欸。哇，哇，这脸也太恐怖了吧！这里他妈太恐怖了吧！后面这个，孔雀，茉莉最后一天，这些数字该不会是有一些密码需要算？后面是影集的广告啦，跟解谜应该有关系哦。宝宝，剁椒齿，哦，好惨啊！那出门身上都一点零钱也不带吗？要用敲的、哦，我从来没有看过女生去敲那个贩卖机的下面，然后看有没有零钱的，都是只有男生在做啊。觉得有点怪怪小怪小的，还要喝这个、哦？这是什么？热红豆汁哦。这不是没阿德吗？给女生喝了饮料，然后她伸出了一台手机，我要去路上试看看。这几天找不到人，你还欠我钱呢、啊？啊，这是他们家的那个催缴电话。哎，这可以点的、啊。A77 即将到站。三小，这点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哎、欸。车什么货啊？我只不过就点了公车站牌而已，然后说我出车祸。电视剧的开播日哦、喔，
他被黑漆漆撞了，两边变成真人广告。OK， 我看一下。噜噜噜噜。感觉点太快，它是会有几率直接失败啊，不只是看剂量条满而已。噜噜噜噜。那这隐藏道具，你找到两个关键道具之后，隐藏道具就要重玩这样子哦。还是说隐藏道具其实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啊，就先玩下去好了。这一关的主题是筹钱，他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然后别人又有高利贷一直打电话来催钱。他现在就是考虑要去打工，对不对？颜值是我吗？一二一一，二三三二三，二三三三二。紫色喷雾，哦，哦。哦，得到神器了！啊干，有些陷阱啊！我想要今年最流行的发型，就来一个豪利头吧，然后喷一个紫色的豪利头，还是要一个懒觉头、公然猥亵头？看一下这要点什么。话都可以点的、欸，嗯，先乱喷上去再说了。我刚刚在来的路上遇到你们家孩子，我现在的角色可能是他爸或他妈了，应该是他妈吧？嗯，他应该在补习才对啊，因为家里面经济有问题嘛，再加上他真的是缺钱之类的，他就跑偷偷跑去打工了，这样。对不对？干嘛？他的情报啊！我得到了他翘课的情报。这乱喷一通啊！绿光照顶，绿头。我们家那个啊，刚从清华毕业的孩子，跟人搞读什么读取装置？哇，他虽然是不经意的在讲说。我们家那个孩子加入了什么奇怪研究所，对他来说好像很不是他想要的目标，孩子的目标。但是听在主角妈妈的耳朵里面就觉得很刺耳啊。我们那个清华毕业的孩子傻小的干。把他剪成光头好了。从小要他努力用功，长大成为有用的人。只上了清华，真可惜啊！好鸡巴！你们其实上次第一次在玩那个，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啦，什么噩梦契约什么的，就一直在这游戏就一直在表现社会的一些真实面呢、啊，真真正正真实面，没有好小，不是故意编出来或是什么。这些事情在各个家庭中，对不对？一直都在上演。我光这边就问一个好了啦，你爸妈会不会把你跟其他家的孩子比较，比学业、比工作、比薪水、比长相、比结婚了没、比有没有老婆、比有没有孩子、比未来出路？哦，累死！怎么挤进世界前十啊？我操你妈的！三张画是一二三，那就一，欸、不对，要点一次而已、喔。这要怎么重置？我到底是要怎么算是重置啊？如果我点错了，我要怎样才算是重新开始啊？帮他剪一个公然猥亵头，这个客人是应该是男的吧？他的额头怎么可以高成这样？旋律，你们家女儿读书状况如何？我操你妈！问啥小？珍宝头，
快要大考了，对吧？成绩还行吗？我可以揍他吗？天天装逼，每天装逼，说话带逼，人人叫我是傻逼，真他妈傻逼耶、欸！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用在他头上的、啊？一一二一一，另外一把剪刀。他这个头发头型看起来有点像怪头，那个墨西干头。连进好补习班都要靠关系。当年我家孩子啊，为了去那所全国都抢着要进的补习班。不知道送了多少东西呀、啊！我生气了。二一二一 ，OK， 银剪刀。我跟你讲，现在的社会哦，学历真正足重要的。我亲戚的小孩只有高中学历，最后被做了七年的公司炒了。啊，你怎么不说这家公司太烂啊？干你老师，社会上都是一些鸡巴烂老板还是什么的，福利又差。事实无业游民找不到工作，他找不到工作都是他自己害的啊！你们懂吗？如果你小时候小孩子对不对，就有一个自由空间，充满创造力的空间，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说除了读书之外，其他都不会啊？你不觉得很夸张吗？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不要说小孩啊，不要说什么国小、国中、高中，就连大学生有一些就是爸爸妈妈保护的很好的那种，有没有？连骑摩托车都不敢给骑啊？这种真的有哎、欸，我就觉得哦，超夸张的，就保护过头了。那照着爸爸妈妈的目标前进 ，OK 啊，进了什么公司，做了什么工作啊，做到哪天景气不好啊，或者什么意外，对不对？工作丢了，然后嘞，然后这个爸爸妈妈就讲说，哦，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要自己去想，自己去处理。干林老师从小到大就是他们帮我安排好的啊！你要我处理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经验呢、啊，对不对？屁话一堆，干学历帽，我生气了，我宁愿剃光头，我也不要戴学历帽。成功了？哎，没有，这是哪里啊？追求什么代价？我追求了什么？电箱，没有。哦，哇，这是什么鬼啊？罗赖吧，这手是谁的、啊？罗赖吧，直接嘟，直接嘟插座，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家钥匙怎么藏在插座、啊？今天长哎、欸。啊！开门，没有，欸、不对啊！到底是电力恢复了没？哦，有哎、欸！啊，这只黑色的手是谁啊？没有解释一下。闹钟点了就会直接醒来，没错吧？空的，这是三小九，应该是解谜之类的哦。以为床上躺死人哦，我刚刚也有这个预感呢，结果好像没有。我以为那个女学生已经自杀了之类的，应该没那么快吧？没想到真的实现了。
还债把债务还清了，呀 gay 啊，高利贷怎么可能还得清？这不是现实世界。5月23。孔雀的毛，哎，四散着羽毛，什么意思啊？孩子变羽毛，孩子变孔雀了，去卖身了。这还有一张什么鬼啊？啊，这个四位数密码跟上面这个应该是有关联吧？147也不对。0523是密码，你就说他的生日哦。先试试看看了，过了再说啊。他明明是去打工，为什么我们会直接联想到援交之类的啊？箱子里藏了一堆现金，女儿究竟是怎么搞到钱的？哇靠，这钞票他妈太厚了吧！他这个隐藏道具要开他的柜子啦。那游戏你只要找到两个关键道具，它就直接进行了，我就没有时间要去找隐藏道具。那别人说我要玩隐藏道具，我还要整个重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隐藏道具那个衣柜打开可能会看到它，比如说乱七八糟的衣服啊，援交衣啊。妈妈再也没回来啊。啊！念书没有意义了。他妈妈是逼他念书啦，但是因为家里有债务问题嘛，所以他就翘掉了补习，然后去赚钱，不知道是什么方法，可能是援交之类的，把债务还清了。但是妈妈却发现了他在做这种事情之后，就把他丢下了，遗弃了，老妈就跑了。然后他这个女儿对不对？他心里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他为了要达成妈妈的期望目标，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结果妈妈却跑光了，跑走了，还要杀了孔雀，都是为了妈妈。干！看这样全部重来哦，这不会有点鸡吗？而且它有两个故事呢，那我两边就要重选哦。短收音机。这边能点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组合它、欸。丢到贝十六是转码，57065672。这个密码太难了吧！这是删减片段中的一段，他是要吃青蛙哦，吓死了！删减片段可以看到主角慢慢化身成孔雀的样子。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耶、yeah ！我找到了隐藏的东西的话，就变成说我可以看到一些删减片段，或者是一些额外的彩蛋这样子哦。跟结局是没有关系的吗？但是我刚刚是玩到结局二，哎，还是说我一开始那个烘焙师跟学生其实就等于是不同结局了这样子啊？没关系啊，我就尽可能的玩啊，看能玩出什么这样啊。2018年7月7号晚上9点，照着顺序的数字点，就跑出一个
平六害仔仔跟我说：“嘿，这什么东西？坏掉的相机？怎么坏成这样？”嗯，这个彩蛋就这样。哎，这是没有。这个彩蛋是什么彩蛋啊？谁的相机啊？肥仔想约，妈的，这什么意思啊？先喝再说。这边我都看过了吗？继续。鱼吗？哎，这边就没有隐藏道具嘛，所以我就照正常方法就过去的。他这个，我跟你讲，他这个讲到让我想到说，最近不是法案有推出一个青年购物自备款一成这个法案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购物自备款只需要总价的一成，你就可以把房子贷款下来。问题是总价没有变啊，那你只不过就是进去你背的债是一样的啊，那你提早住进去，问题是你后面付不出来，你一样是等着被回收法拍啊。这个我感觉就是怎么讲啊，是要骗人进去，要剥夺你的时间，剥夺你的钱的用的，就是一个蟑螂屋的感觉啦，你懂不懂？然后会有人觉得说 ，OK， 我买3000万的房子，我自备款一成嘛 ，OK， 300万买3000万，那我缴个两年，缴个3年之后，3000万的房子会涨价成5000万哦，赶快买起来，到时候赚差价，我就可以变成富人了，有没有？变有钱人了，有没有 ？OK 啦。就算你2年后涨到1亿好了啦，啊，你要卖给谁？你要卖给谁？谁会跟你买？房产鬼抓人，2018最新最刺激，7289点，0728。哦，有哎、欸，这个窗户密码是7月28号晚上9点，社会造就了我们，也毁了我们。谢谢你奉献身体，我会好好利用它。干，快来看看。我觉得这个风格对不对？真的很像锈湖哎、欸，好有趣哦。但是没有这么猎奇啦，没有那么猎奇。女儿的日记，看一下。今天打扫教室的时候撞到了千金小姐，手上单眼相机爆炸了。这就是在车站那边欠钱的原因啊。那个肥宅是可能就是那种有专业的、有对摄影专业的知识啦，然后他就帮我看说，哦，我摔坏的相机是超限量版，超级贵，所以女儿缺钱嘛，就只好想别的办法去打工赚钱这样子。普通的相机镜头要几十万，啊，那个千金小姐他妈的去上学，身上要带了几十万的相机，干！从小拼命存款的存款凑不出，只能把这一点钱先给他，免得去告状。千金，所以身上会有带这些哦。那你身上可以不要带相机吗？你身上可以带一些钞票之类的，带个20公斤的钞票啊，对吗？你那个上学的时候后背包嘛，一翻开里面全部都是钞票，20公斤的1000块，那不是也很屌吗？干嘛带相机？相机撞就坏了，你的钱再怎么撞，你去撞钞票，钞票不会坏啊，对不对？阿、啊、家
经济吃紧，就是因为他要上补习班嘛，然后一些欠债啊，还有一些债务、高利贷什么的。老妈要他去上维德中学上补习班，哇！5月12号又遇到了千金小姐，问起了赔钱的事。刚刚那个电话就是千金小姐打来的啦，那个不是钱庄啦。要是再不还的话，他就要打电话给我妈妈。每天还债的路，放学后还要去打工。19号发生了诡异的事，学校后院有大鸟笼。孔雀看着我，想对我说什么？一只孔雀开口说话，说做交易吧。他小，哇，他轻易的就相信了诡异的生物了。他都没有问他说：“好，你要帮我还钱，那我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啊，孔雀什么都没讲，他直接就答应了。啊，代价是两颗双眼，两颗眼球这样，一对双眼，还有他的两只手臂，然后直接砍掉这样。他要他的心脏，他要他的左脑，那怎么办？身边堆满了满满的小朋友。把钱还清，不用过苦日子，耶、yeah! ！跟恶魔做交易，拿到了一大堆钱。啊，不小心再点到，还要再看一次哦。我操，能不能跳过、啊？跟孔雀交配，帮孔雀繁衍后代。哇啦啦啦，拿了两本日记耶。哦、我还有毛没拿到，这里啊。嘟嘟嘟嘟，结果搞到后面，孔雀的代价就是，就是要他放弃人类的外形哦，还是说让孔雀附身啊？成功了，这是我们能读取的最后一段记忆了，太太。发现孔雀是孔雀搞的鬼之后，我开始四处打听孔雀的下落。没有人记得学校养过孔雀。时间过去，女儿也不出门了，也不和我说话，考试成绩都没有意义了，对朝孔雀失去希望。这孔雀也太恐怖了吧！好想回到以前，哇！妈妈，这里有门没关好。理发，这里是他老妈的理发店啊，刚好有人跑进来。阿小，究极，地上有究极，有人在吃究极，靠北。刚最棒，这个，这只脚蛙怎么吃起来咔吱咔吱咔最碰啊，这么脆啊！哇，有人变孔雀了。哇、哦！小孩吓死了。他这个是，这是他妈妈也变孔雀了，还是他女儿也变孔雀了？隐藏结局完成喽，都没有人得到这个结局哦。只有1%的人最后这一关有找到密码，那个密码藏太凶了啦。所有的隐藏。道具都是10%以下，哎，这太累了吧？我们来看一下烘焙师啦，这影像也太糟糕了吧？他这个重建度只有39%，代表说他很难成像就对了。傻小，这他妈真的变锈湖啦？装进去吗？哎、欸，这音乐真的不错哎、欸，你可能要拿东西来撸。音乐好棒哦，他妈的！
紫铁，红蓝绿，黄绿红，红蓝绿，红蓝绿，红蓝绿，这看起来像橘色，不过无所谓吧。 红蓝绿，跟进。烘焙学校招生简章，离家出走的线索。我们这一次的记忆是烘焙师嘛？要从他一开始的志向来看。紫铁西。 薪资袋和车机票，他就是存钱，然后要去烘焙学校进修，这样对不对？机票都买好了，资金都有了。哇，有隐藏道具嘞！傻小，就死人在床上。 我必须先找到隐藏的道具，然后再去找正常道具了。可是我不知道隐藏道具是什么鬼啊，应该是不会这么正常直接捡到吧？这个 key 是等等哦。 上锁的日记，哎，哇，不是这个吧？我不要先点啊，点了就过关了嘛。我试着先找隐藏道具了。它这个包应该可以打开，要密码。框上写着一段话：餐餐装逼，每天吃逼。 话中带逼，人人叫我傻逼。等等哦，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话的章节，该不会就是我的旅行箱密码吧？有没有人想要查一下？我直接先解马太福音嘛，1544，对不对？其他的熊什么，我先不要动。 康江，这样。旅行箱里面放的这个神秘照片，可能是他男朋友之类的。他男朋友怂恿他说：“他是他女朋友嘛，就说你要追梦就去吧，家里虽然不支持你，但是我支持你就好了啊，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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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男朋友是这种？ 剪刀是要嘎什么？嘎熊吗？他没有考虑到后果，就一直怂恿人家去这样。结果，在国外学烘焙的时候遇到了羊肠，永远不回头了。不要吵醒他。 是他妈妈之类的吧？可以剪啊！把熊剪掉，等于是他跨过了自己的舒适圈啊。我是这样理解的，你们信不信？啊，在日记我里面都不能翻一下。 这边没有隐藏。校园生活，为什么一直都会有个闹钟啊？照理来说，点到闹钟你应该就失败了。
为什么可以吃？吃光了，我怎么知道要赚多少？好好吃哦，妈的，好爽！量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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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团烘，嗯，女儿亲手做的面包，五嘛，牛角面包它就写着五嘛，杯子面包是四嘛。女儿在学校做面包的照片，耶、yeah ，加减法而已 ，OK。烘焙基因，这边有一个隐藏道具。窗户四面不同的音调，然后。等一下啊、哦，这个海报应该就是隐藏要素吧？这样拼起来，新型模具，哪小？烘焙名人海报，哎、欸，找到了、欸！烘焙名人海报，这应该是他的新男朋友之类的吧？他是刚好认识了新爱人，发展新恋情。1890，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新型吃出了钥匙，爽！yeah. 我们这边是在体验他去国外烘焙学校嘛，然后遇到的事情这样，还有他经历了些什么。照魔术方块缺口按窗户，这个出来的出来有需要这么吓人？决赛入选照片，哇，他真的是学习有成呢，还可以参加比赛，好棒哦，开始有成就了，对不对？哎。怎么是小时候的、啊？这没有隐藏哎、欸！我不喜欢妈妈和爸爸吵架后喝的饮料。妹妹要不要喝一口？这是苹果西达啦！这张纸怎么不能点？这个。这个小孩子是我们一开始要去当烘焙师的那个女的生下来的哦，她已经跟这个德明的面包师结婚了，然后小孩子有了，这样子，对不对？这已经是他们之后的生活了、哦。还是不是啊？反正后面才知道。哦，要先讲话。仙人掌，仙人掌是无辜的，把它种下去。钥匙。哇！生下女儿之后，两个人吵架不和，然后要离婚。接下来又有一个鸡巴的问题，就是女儿要跟谁住啊？女儿还小情况下，基本上都会判给妈妈，对不对？但是
妈妈如果是不想要小孩，或者是没有爸爸这么负责的话，那不就很鸡巴吗？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小孩子要跟妈妈住啦，这样子才是对小孩最好之类的屁话，干干。太太，烘焙师从和先生离婚后，女儿怀念小时候时光，所以女儿才会踏上和她一样的职业。妈妈虽然阻挡女儿当烘焙师，但她努力走到现在的成就。如果当年没有把离婚的事迁怒到女儿身上，或许今天还会活着。离开诊所之后，女儿的记忆闪进脑海中，看起来这么真实。开始梦到女儿。哇，没有。女儿的笑声。某天深夜打给了前夫。虽然我们无法一起走过婚姻，至少我们还可以当炮友，愚吗？爱女之慕，拿面包来来当贡品。啊，音乐就突然不见了，好烦哦！干，结局一游戏完成。哇，这个神秘照片是隐藏的东西吧？哇，没了。他的烘焙师是没有太多的那个隐藏的要素在啦，烘焙师没有真正的隐藏结局是在孔雀那边，不是隐藏结局啊，这边不是只有这样。我今天打了结局一、结局二，还有隐藏结局三种，烘焙师没有隐藏结局吧？下一章要到8月9号。等8月9号再玩啊！我觉得这一次第二章他解谜方式真的很像秀狐，但是因为孩子这一出电视剧他不是走那种恐怖猎奇风格吗？对不对？所以不会这么的刺激。虽然孔雀的隐藏结局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整体来说，没有那么恶心啊。我们想要的是比较恶心的，不过这个游戏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说到秀狐最新的游戏，它好像在制作中嘞，等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再来一次了。好像叫做博论吧 ，Paradox， 对不对？这两个故事大概都是在讲父母亲，第一个烘焙师是父母亲离异啦。然后小孩子想要追寻妈妈的脚步，但是意外去世了，最后跟前夫又类似和好。然后孔雀那个就是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不敢跟妈妈讲啦，然后妈妈又多丢了很多升学压力在孩子身上，所以才会变这样。如果 我提出一个想法啦，悖论、驳论、勃起论啊，好不好？勃起了没？我提出一个想法啦，比如说孔雀这个故事，他女儿在学校打破了相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跟妈妈讲吗？你们敢不敢讲？但就是要，可是要赔钱啊，对不对？他不敢跟妈妈讲，就是因为家里的经济已经很困难了，然后又要去赔这个东西，弄坏过老妈公司里的会议厅的屏幕。那结果你有没有讲？啊，修了多少钱？换了多少钱？老妈赔了10万。可是这样子就赔完了，就相安无事了啊，就不会有游戏中的这个后果在啊。他女儿就是因为赔不出来，然后家里又被拖垮了。他太在乎妈妈的努力了，付出太多了，他就有一个罪恶感在啦。孔雀就是有一个罪恶感在，小孩子有罪恶感，然后妈妈就不了解啊。算啦，等8月9号第三章出来再玩玩看啦。
我觉得这次还不错，可是故事要去看电视剧你才会比较了解，没有说得很详细啊。这个游戏哦，每次在玩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感同身受到一些自己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觉得很有趣。下次再玩了，等第三章了。